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ddy， 又到了双人模式猫咪大战争的时间了。那么上一期呢，我们这个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大挑战，对，就是用单人模式通关未来篇，是吧？那么理所当然的，接下来就是宇宙篇，宇宙篇的单人模式通关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改一下规则啊。宇宙篇因为难度比较高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是限定只出一个人了。其实还是只出一个人，出一个人，但是当他的冷却时间好了之后，还可以出下一个。对。就是只能出一种猫是吧？原来我们那个就是谁比较强力比较有优势。对，这次呢它这个冷却时间也很关键了。如果是冷却时间恢复很快的那些人也有希望啊。对，所以来吧，来宇宙篇。我记得出的比较快的是大狂岛和大狂鸟。我们俩一人是一个吧。好，我用大狂鸟。那我就是大狂岛吧。对，你上大狂岛。第一关地球关，你先来吧。我先上我的大狂鸟，是吧？大狂鸟我还没看过，怎么大狂鸟让你见识一下。哦，可以一直上。哇，我差点忘了。可以一直上。好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对，传送他们会有那个，不是，这不是传送吗？他也没有传送啊，头上带星的都是传送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比较简单。对，整体来说很简单。下一关该我了。该你了。好，第二关火 星, 火星 来打一下火星人。大狂岛，大狂岛。哎呀，这音乐真带劲呐、别忘了一直出啊。来，大狂岛。大狂岛再上一只。发呀，哇，火山岛。他住在火山岛上。好，其实我这个你冷却比我慢，慢好多，是吧？但他强力啊。嗯，大狂岛特别强力。对，大狂岛好像是单发吧，我记得有可能是单伤。有可能是单体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单体，但是有暴击。也可以试试。可以试试。不是啊，也可以试试。来吧。遇上人海的话就不行了。大狂鸟。不是，我说我的。大狂岛是吧？人太多可能就不行了啊。但是大狂岛打得挺快的。是吗？狂咬。好，我这是范围攻击，不用担心。好，这下一起死。来了，我的已经聚成堆了。会一起打塔。好，又出来这个家伙了。这家伙不顶打。好了，死了。好，我都可以不上了。是不是？我都可以不上了，太轻松了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上点更弱的，然后先让他们上来玩一下啊？就比如说小金猫。我想用一下小金猫。小金猫赢得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下一次要用小金猫了。那我你换不换人啊？换一下吧。你也可以换一个。我换谁呢？比较弱的，一开始趁现在比较弱。墨西干吧。墨西干也行。上吧，上上上上上。上哇，人海战术，能赢吧？能赢吧？不知道。他能扛住这个猪哎？我可以。可以。他的级别很高。所以完全不惧他们。哇哇，这么轻松啊！人海啊，纯墨西哥要赢啊！哎呀，但是打塔了，耶！赢了，轻松。下一关金星，金星用金猫，太好了，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小金猫开上，来啦！冲啊，小金猫！看怎么样，它的硬度怎么样？哇，不怎么样。哇，但是一只也没死，死了一只，我死了一只小金猫了。对方死了两只了，对方一只也没死。小金猫有点顶不住对方聚成堆了，糟了，小金猫要被堵住。好，马上换成你的墨西干吧，来，狂墨西干。墨西干，好，我停了，换纯墨西干上了啊。纯墨西干也不一定，这把。哇，你级别高呀，你看看级别高。级别碾压。哎呀，我的小金猫全死光了。剩墨西干了。纯墨西干接管比赛是吧？小金猫被打回来了，然后墨西干大军接管比赛。哇，来了。怎么会有他？传送。这么早？是不是可以传送他？应该是吧。但是我不传你啊。不知道。哎，他对于这种弱小的没有兴趣啊。完全都不传。哇，那么打得过？不一定。这家伙挺厉害。哇，而且他好像是群杀。对呀，这个打不过打不过，打回来了。这个人海也没用。人海没有，不行，得换强力的了。来，战斗终止。来，大狂鸟上啊！这个前速是没问题啊。其实他也是大狂岛，大狂空岛。他是大狂空岛啊。然后你那个是火山岛。对。我是天空之城。来了，来了，就是你呀！哇，开船。
果然对那些墨西哥他没有兴趣。嗯。哎，还是说啊，他已经死了。还是说他只能传空中的？哎，好奇怪啊，刚才没传是吧？啊。哇，轻松，果然跟墨西哥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大狂岛能不能移关啊？水星关。对我的火山非常不利呀、啊。嗯，克制你啊，在海底哎。上吧，火山。我居然还能烧得起来。嗯，你注意看它的攻击速度，它攻击速度奇快，待会儿人多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一口一个呀！啊，太厉害了！你看它攻击速度，攻击速度有没有很快？没有。还行吧，你看看攻击力强。嗯。出来了，出来外星了，它爆击了。它也传了。哎，它也传，为什么就是不传墨西哥呢？对了，墨西哥太弱是吧？哇，赢了！嗯，厉害呀、啊！好，下一关太阳，外星王座。哦，那大狂岛啊，大狂岛试试。虽然感觉上很困难，但是大狂岛要挑战一下外星王座。哈，他值了！哎，升扛啊！啊，升扛都没事儿。哎，哇哇哇！哇哎啊、厉害呀、啊！太轻松了，大狂岛。哦，就是可以无限出之后，这样的人就无敌了，是吧？嗯。但是后面传说、哦、传说耶，好久没打传说了。嗯。来吧，大狂岛。大狂岛，你的便宜。嗯。但是这个冷却太长。嗯。好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太轻松了，这样我完了，这象牙猪来了，象牙猪来了，不好办了，不好办了，不好办了，你看看。节节败退，哎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的人数上来了，好，再咬死，哇，两口就咬爆它，哇，太帅了，哦，我的大狂岛，气氛不一样，嗯，这是海王星吗？你看那边一个海王，拿着鱼叉的是吧？嗯，小红兔，茫茫多的小红兔，哇，他这下把我这些岛都聚在一起了，他完了，他完了，他完了，一下爆塔，对呀，我这些聚满了之后，他出来什么都不好使了。爆他！好啊，他是属于有屏障那个，刚才你看他防御了一下，但是现在他好像这个防御有什么被我打破了，就是他一开始没有受伤，哦，后来我给他打破了，对吧？搞定了。嗯 ，OK。下一关，头里桶。这还有个星星啊！嗯，我都没看见这儿。嗯，这颗小星星，上吧。大狂岛又是海底。嗯，一口一个。这个海底的火山呢、啊？嗯，更凶猛啊！来。哎，来了，大河马，大河马子，暴击了，暴击了，而且直接爆塔。哎，他是单体攻击，然后他瞄准塔之后就不打别人了。啊，这么回事。好的。哇，好高，好高啊 ！Pluto， 哦，来吧 ，Pluto。什么星？嗯，不知道。Pluto 星。来吧，大狂鸟。这关你有优势，要我就不大行。哦。人海人多是吧？嗯，人多，所以我这个范围攻击很重要。手柄一直在响。嗯，一直有人拍到这个屏幕上是吧？对。哎哎，不拍屏幕也响吗？没有。啊，得拍屏幕才响啊。嗯、哦，就拍了。你完了，直接爆塔了、哦。我已经聚集起来了，看看这个光柱。哇！啊、外星人不少。哎，降我攻击，降我攻击，还敢降我攻击，你完了。好，打飞。耶、yeah! ！OK， 好的。狂岛，没想到单体攻击的狂岛还行啊。嗯。一直都没掉链。果然是红色。哦，大狂岛专门对红色。大狂岛专门对红色。嗯，所以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哇！啊，一口一个。来，来啊，来了外星了。外星的。好，但是，哇，你只要三只过去就赢了。嗯。其实两只也赢了。OK。哇，铁太强了。又是9700，又是高分啊！原来大狂岛实力这么强。嗯 ，Eskimo 星云，爱斯基摩星云。哦，那是冰天雪地喽。肯定是。果然，来狂岛。爱斯基摩人狂鸟搬外星人了。嗯，外星人侵占了这，不是爱斯基摩人搬到外星球去了是吧？嗯、上啊！冲啊！来，这就够我了。大象，大狂象。大狂象有点像啊，有点厉害，有点狂啊！拉呀，加油，各位！我源源不断的在输出，上不要停。好，开始打大狂象了。大狂，
大黄象也是那个什么范围攻击啊，他这鼻子一抡我就死一片，这一片要死，所以我聚在一起很不利呀、啊，大黄象。哎呀，哎，他鼻子抡没抡啊？抡了，他不太一样哎，他鼻子这样挑一下是吧？我记得以前那些大象都是鼻子抬起来的，对，哇，这个不太一样，完了，哎呀，我感觉我要顶不住了，回来了，我要顶不住了，弄死他！哇，他主要是有那个罩，你看一直有那个叮叮叮的声音，他一直有那个防御罩，是吧？那个红色的，所以这个打不了，要破不了他的防御。那怎么破罩子呢？不知道啊。上击剑？只能上击剑。试一下吧。然后美女神又不行，是吧？对啊，美女神被近身就完蛋。你看 ，boss 体力100，没打着他。击剑就他，就他，是不是？我看他说明啊，最后一句必定能够击破这个护盾，就是他。上他试试吧。上他试试。啊，升上去，升上去。Eskimo 星云，哦，不知道他冷却怎么样哎。对。这也是问题，就算是他很强，冷却还行啊，其实。冷却当然没有其他那么快了，是吧？他是不是被击退了？哦，他自己退了一下。对。他不是被击退，哇，他的造型。好酷啊！他居然是这样一个造型来了，这么快就来了吗？哎呀，这被传了，这就全被传回来了，怎么能行？我这疯狂被传，这说话了，这完败，哎，不一定哎，又被传了，你看，但是我的塔的血量不多了，快点刺死大象啊，各位，完了，我的塔一直在被打。啊！不要再打塔了，我刺死大象了！你看看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虽然他们被疯狂传回来，但是现在他们人数上来了。哇，你看看这个阵势啊，好帅！来，哇，这是日本的那个剑道，他们就是练的日本的剑道。OK。哇，不错不错，五十猫罐头，开始，卡兹阿姨星云，来吧，大狂岛。倒咬他，一口死，一口死，两口，三口死，哇！敌人的强度在提高啊。嗯。好，两口，三口，四口，哇！哎，啊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弱吗？这一关，上一关那么强，这一关这么弱，又是传说剑姬。我一直觉得大黄鸟才是统治宇宙的人。来。好，看看这次怎么样啊！开打，飙飞，飙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。好了，我，为啥是小动员熊？外星动员熊，熊，来打死了，耶，也很轻松。但是9600应该是没戏是吧？传说，传说，好顺利。下一关，飘荡星云，葫芦星。来点哦，来上你的大狂岛，一口一个。哦，后面的海豹应该没办法一口一个。来看看啊，减速一口，两口也没死，两口击退，哇、哦，也很快。哦，贵宾犬也来了，贵宾犬，哇、哦，我刚想说很难对付。哦，是这一关啊，瓦基里的关。解锁瓦基的关。啊，是瓦基关。那不好吧？那也不一定吧。你这数量上去了，也是很猛啊。这关全外星。哦，武田。哦，武田可以啊。我的女博士也可以。啊，女博士也可以，但是武田更嚣张。武田更猛。嗯，武田和女博士试一下吧。难得有这一关，我们试试武田吧。嗯。但是我觉得你能赢，你大狂岛能赢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你看看顶得不错，我感觉瓦基里太厉害了，瓦基里快要死了，瓦基里就要死了，他就要死了，你看看是不是、啊、生咬大狂岛死了一只统治宇宙的人、啊、他攻击力上升，他攻击力上升，所以戳你戳得很快，不好，但是他被击退好多次了吧，也就一次，哇，他攻击力一直在上升，他太厉害了，哇，他是血量低于多少之后就上升应该，哇，我天，死了！那我们这关还要武田试一下吗？不用了，后面还有这种全外星吧？什么？我感觉没了。有没有外星大轮子？没有。外星大轮子，武田可能也打不过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，8500分，让各位外星人来感受一下啊！感受一下我们的蒙牛，来3990，非常的贵。哎呀，快点出来呀、啊，武田！来啦！风灵。
火上一沾沾，来风灵火山山。他这攻击距离算远了。他的攻击范围，看看啊，他俩肯定一起的。风灵火山，耶！到目前为止全是秒杀。走，走啊，走啊，晃晃悠悠啊，来了。好慢啊！结果一下爆塔，哎，180,000哎，真的有希望。你看看，还剩47,000，爆了14,000。哇哇哇哇哇！他们完了。除了瓦基里就是飞啊。是吧？瓦基里也要倒霉了。这一堆一下，再见 ，OK， 爽啊！这一堆太解气了。这一堆，再见，降攻击也没用，看到没？但他被击退了。再见，啊，还能不被击退吗？武田可以的，血量可以的。好，攻击恢复，你们完了。只要再被他拍一下塔就结束。他一下可以拍120,000多，哇，走，130,000多，来了。这下行不行？啊，拍塔，没有拍到。这下可以了。这下还是赢。好，结了，风灵火山 ，OK， 耶、果然是猛牛啊！果然是猛牛啊！哎，我们有一个 mission 完成了，是吗？让我来瞧一下啊。好，小 mission 是什么？最后一个哦，合力完成了300关，嗯嗯，得到了7个券，嗯 ，mission 达成，嗯，全部达成了。你看左上角有一个斯贝代塔塞，斯贝代塔塞就是全部达成的意思。嗯阿鲁塔伊鲁，该谁了？你来吧，我来。我大狂岛赢了刚才。好，那么我的大狂鸟，大狂鸟。哎，那我换击剑吧，我换击剑吧。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击剑吧啊，这大狂鸟就算赠送了，友情赠送一只大狂鸟。嘿，刺他！嘿，刺他！刺大象，刺大象啊！好，破了，破了，哦，破了，听见了。破了之后，别人就可以上了。哦，他破了盾之后就没用了，他对，是不是啊？破了他的盾，他主要是那个盾，所以他跟钢铁似的，只要暴击他，他很快就会死。哇，这传的有点快，传的有点快。还有人在吗？企鹅兄，企鹅兄，企鹅兄，你不要这样，企鹅兄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哎呀，哇，他这个传送比击退厉害多了，我天，直接就强行回来了。好，不过我趁机也把人都聚在一起了。哇哇，直直直的。哇，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剑术大师了，是吧？嗯、哇哇，太帅了！来，好，但这剑还带光的，对，是吧 ？OK， 很帅很帅。OK， 30个。嗯，好，下一关是西里乌斯。嗯。待会儿要是碰到那种又有大象又有别人的就麻烦了，嗯，是吧？就很难打了。哇，我的天地岩浆，嗯，火山，这是你的主场。这个货是什么来着？食蚁兽。传送还是屏障啊？传送。看看，没有传送啊。有。啊，传送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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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送。传的有点猛哥。但是没事儿，好像。食蚁哥。他传送你不会退血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拼命的咬就完事了，他在疯狂的咬啊咬啊，对啊，哦，你在疯狂的咬他，他在疯狂的舔你，死了。OK， 赢了，咬塔还是很快的啊。OK， 大狂岛是宇宙的主人。嗯嗯，15个。好，下一关卡诺普斯，卡诺普斯是大狂鸟是吧？嗯嗯，如果出现大象，我就直接换人。大狂鸟，天使，天使，哎。天使谁比较？没我这大狂岛是两下都不死啊！大狂鸟是对谁啊？4下死。嗯，大狂鸟是不是对天使啊？不知道，好像不是啊。来吧，大狂鸟。啊？这么轻松吗？就那一只河马。我还没准备说爆塔呢。哇！9700传说。好。岛哥。大狂岛。来，岛哥上了。犀牛。哎，正好克他。啊！能不能一口咬死这个犀牛啊？完克。来，岛哥。咬两口，三口，四口，五口，哇！还有外星犀牛，外星的就要多咬几口了，是吧？嗯。好。杀了骆驼。啊，外星的骆驼，这，哎哎，不抢哎，不抢哎，不抢，不抢，不抢。OK。我天，这岛太厉害了。下一关，阿鲁德巴朗。嗯，阿鲁德巴朗。是一头牛。哦，是个牛头。牛头人，大狂鸟，哎，好快，好快，上了大狂鸟，
哇，它的那个组成是什么？一个五星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插的一些杆子。嗯。哎呀，它不传送啊，它不传送。它有，它照理来说是传的。也就是说，它传送概率比较低。嗯。嗯，还没机会。又赢了，又9700分。嗯。耶、yeah, ，传说。太强了。太强了。下一关叫做贝特鲁吉乌斯，小葫芦，贝特鲁吉乌斯，看我的大狂岛。好，岛哥去统治他们。岛哥呀，上来就来天使啊！没事儿，五口，一、二、三，三口。哇！有点多。他是单体。哎呀！岛哥是单体。没事，基本上都死光了。他单体，但是这个单体超强。对，你看看给咬的，给咬的，好，赢了。哇，大黄岛真的是强啊！搞定了，搞定。好的，下一关，天鹅。嗯，天鹅。嗯，好的。那么我要上的就是大狂鸟啊。来，说好的是天鹅，怎么进来变成一只大飞机了？哎，这个家伙，哎，降我攻击的家伙，对，死了，没来得及降，嗯，又是他，干掉他，还是来不及降，还降了，但是只降了一个，哦，有那个，哦、有屏障，有屏障，看到没？刚才有那个屏障的菱形的，哦，那应该就是大型啊，是不是？有那个菱形的，哎，他是死了呢，啊，那个菱形的已经死了，对，屏障的已经死了，那是大猩猩，哦，他的屏障不结实，对，是吧？瞬间大象的结实。对呀、啊，大箱子完全打不过啊！嗯，岛哥又要出手了。岛哥，上吧！哦，是那个舍玉，看到没？哦、就是那个，嗯，就是那个粘粘虫，可以回血的，哦、可以回血的东西，火影里面有。哦，哎，宝可梦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东西？不记得了。知道。好，冲过去了，开始摇塔，大喷，外星喷喷的话，不行了吧？我想。不大可能。哇，外星喷喷的话可能不行了，死了。被锤得很惨，对，而且还有小杂兵帮他打伤害，外星喷喷来不了，哎，来不了啊，完了，这次是败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啊，万一喷喷这时候倒了，你看暴击了啊，万一暴击到喷喷他倒了，我们就有希望了吗？加油，暴击他，暴击喷喷他，被打塔了，完了，剩最后一只，被锤得好惨呐、有没有奇迹啊？这关大荒岛也不行了，这关我的肯定也不行。47并不是很高了，换个再强力一点的更合适一点啊。baby 猫没办法一直出啊，双掌呢？双掌对外星人不错，是不是啊？那我用双掌，你用 baby， 好不好？来，那我换上 baby 谁啊？女博士也有可能，她也是对外星人。对，所以我是女博士。你看看那个披风，女博士有点脆，可能。披风呢？披风也是对那个什么？是啊。那我用个披风，你用个女博士。嗯。出的比较快的带头大哥就是像是冰女王。瓦基好像也比较快吧？对。好，可以拍死。啊，我就不用一直点了，第二只出不来，你吃饭会儿。哇，那不是变成之前的规则了吗？啊，单挑，哎，江湖规矩单挑啊！披风神，全死，被击退了、啊，已经被击退了，完了。哇，宇宙篇的这些人实力超强。嗯。哇，现在是靠塔在顶着伤害，所以他没有被击退。他要往前走的话，肯定完了。哎呀，是不是？他不往前走了。对。他没办法往前走了，他猫家里了。嗯，你看塔一直被打，好吧，挑战失败了。嗯，估计是不行。对，而且他已经被击退一次了。嗯，一分以内。女博士，好。西园寺就是这一波，来吧，火箭弹。他是真迹。嗯，来，这小狗都死不了。好、你看他，但是他往前走的比较快，他会赶紧往前迈一点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打死就可以往前走。来，彪击。这个打死小狗，哎，它有铠甲，应该防御力会比较高吧？我想，那就是、好，又走了。那就是你根据现实的推断。嗯，游戏里不一定这样。我推断应该没有错。好，抓紧机会往前走，来吧。但是我怎么感觉要出了呢？要出了，已经打塔了。哎呦，被击退。好，
你女博士第二只快了，你那个能赶上第二只就行啊。糟了，春春会很快收他吗？不、哦，不错，不错，分分结束了。女博士第二只，好，分分结束了，你看看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两只女博士无敌，可以赢，可以赢，无敌了。他被减速，他现在打得很慢。OK， OK， 女博士可以，女博士威武，哇，居然赢了外星大喷喷。哎呀，死了一只，死了，但是应该是，但是我有第二只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，第二只待会儿还可以有第三只，没有来了，应该还有更快，嗯，应该一会儿就这么多，一会儿就这么多。好的，赢了，沙伊沙伊塔塞，嗯，来，像一个流星，嗯，流星闪冲，来了，哎呀，我呀，大家都是飞着的。来，空对空嘛、啊，空战，哎呀，这一关你像我的比较贵的这些带头的哥就不好、因为他很快飞过来。哦，有可能。哦，有大脑袋，大脑袋呀，大脑袋，哎，已经在打卡了，他完了，他完了。好，范围攻击，他没有机会，无敌了。OK， 耶，传说，传说出现，打到现在了还有传说，对呀，厉害。好，我们的新规则还是比较有利的哈。好，来吧。这什么？葵黄星。来来，狂倒狂倒。好近。好近呐、啊！这是有史以来最近的一关吧？对。倒哥加油！哇，简直一张嘴就能咬到对方塔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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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倒哥威武。哎，有那个小鼹鼠。小鼹鼠。小鼹鼠是不是有那个防御、啊？小鼹鼠应该也能传。哎，它不是那个防御吗？没有。赢了。哎，单体攻击。对呀、啊。也就是有一个岛瞄准着这个塔了。嗯嗯，好，也是传 说。哇，下一关什么？Omazelang 星云。嗯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我看懂了三个字，大星云。嗯，大星云，你管它叫大星云就行了。啊，来，鸟哥，鸟哥上了。好，外星大星云。哎呀，完了，疯传，要被狂传了。哎呀！都出不了招啊！哎，能打他一下就是万幸啊！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那就好。其实我觉得他传一下对我们挺有利的，我们又不费血，然后人还聚集在一起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比较有利。好的，你看看给他们打的，这破坏力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哇，两下灭塔。哇，帅气！来，有岛哥上了。哎，这谁？哦，这个家伙好像也是只在这一关才有的吧？哦，好像别的地方没见啊。它的特点是降你的攻，嗯，降你的攻击力。哎呀，全降了！哇哇哇哇，有点难对付哎。嗯，这个降攻击有点难对付。这玩意厉害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玩意确实是挺厉害呀。干掉它就赢了。但是呢？干得掉吗？干不掉，他一直在降攻击，然后还有人替他挡了。现在他是远程，他是远程，他缩在后面，有人替他挡。哇，完了！哇，感觉不妙哎。嗯。你还有几只啊？你还有三只在场上，四只。哇，你还行吧？哎呀，四只。感觉是势均力敌了现在。嗯。加油啊，大狂岛！哎，可以，咬到他了。好。等着呢，耶。一堆红色，我专治。果然还是倒戈威武。OK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下一关摩斯康达古。来。打鼓。摩斯康打鼓啊。来。继续。那先再见呗。嗯。先拜拜呗。既然有钢铁的话，我们就拜拜了。这时候再上小旋风。大狂岛。大狂岛，哦，大狂岛就暴击，嗯，对，上次我们为什么没想到大狂岛呢？对呀、啊，岛哥太厉害了，什么都可以对呀、啊，岛哥，嗯，看他，胖、哎、头，一头又对红色又对钢铁，太完美了，岛哥，有小鼹鼠，没事儿，哇，厉害呀，哎，小鼹鼠有那个防护罩，然后瞬间破了，是吧？瞬间破了，哦，这个大狂岛攻击力无敌，嗯，超强，哇。太轻松了，这一关居然有可能拿传说，果然拿了传说了，小旋风没落着上，嗯，白换出来了，嗯，下一关 ，Colon 星，苹果星，哦，苹果星呀、啊，好、哦，苹果星我还是那个鸟了啊，嗯，来，鸟哥，鸟哥，看看啊，对方有没有什么比较奇特的兵种，
比较不好对付的奇特兵种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外星火箭鱼。外星火箭鱼，但是它是火箭吗？啊，又要被飞船。它是发火箭吗？它不是，它是光线。它是光线。但是船没事，船不怕，你看看，船不怕，哦，就怕它。它把我，它超远程。对，它把我聚在一起之后，哇哇哇，厉害啊！哇，无敌，无敌无敌。我去盛水了，我去盛岩浆了。无坚不摧的岛哥来了，我去盛岩浆去了。这个家伙是可以生存一次的，是吧？它是可以运动一下的。哎，啊，还没有打到一滴血，你看，是吧？盯着一下。所以你得把数量攒上来啊，要不然这么多这个家伙也不一定啊，又盯了啊，输了。哎，岛哥能不能暴击给他破？试试看吧。岛哥说不定一个暴击能给他破掉。但是他暴击了吗？有没有暴击啊？这会儿没看见，是不是破了？没有了，这会儿哎呦还有，你看那东西裂了就是破了，他那个菱形会裂一下。哇，岛哥压住他们了啊！但是岛哥一直在被往回推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好吧，糟了，有人替大疆挡着。而且有人替大疆挡着。好，我先是击剑啊，先从没有可能的开始。击剑估计是没有可能。对，那么一堆东西。不过击剑今天已经算是骑兵了。对。是不是啊？打过了好几关。算是骑兵了，女博士也是今天的骑兵啊。也是打过一关吗？击起来，女博士啊，但是打过了超难的一关。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的一关。哎，来了，戳戳，他往后推一下，应该会躲过攻击是吧？你看，是不是他会往回跳一下？来了，需要破防的，出现了已经。还不错，我的数量攒的还不错。哇！哇！瞬间就给他干掉了。这个破防破得太帅了。哎呀呀呀！绝对是今天的骑兵啊！女博士用不上了。女博士用不上了，击剑手绝对是今天的骑兵啊！耶，赢了。太帅了，击剑手专对大象。对呀，看见大象上他就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猫咪大战争就先玩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猫咪大战争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